者肖凤起台北报道，贾静雯大女儿吴彤妹 ANGEL 日前转往上海求学居住。2016年10月起开始用 IG 分享家庭生活，不过他结束了之后要删掉 IG， 有好一阵子都不能更新。他表示爸爸把我的 Instagram 删掉了，暂时不能 PO 了，爱你们，还附上一张和修杰杰的亲密合照。吴彤妹2016年10月开启 IG， 当时上传和贾静雯夫妇的合照，相当温馨可爱，那也是粉丝第一次看见他真正的长相。他也在 IG 狂晒步步的影片或照片，对于删账号，粉丝们虽很可惜，但毕竟对就学中的他，最重要的是学业，因此他们也纷纷留言鼓励。这是爸爸爱您和保护您的方法，要好好念书，专心学习哦，我们都会等你回归。吴彤妹曝光 IG 将被删除，翻摄自 IG 贾静雯有三个可爱女儿，翻摄自脸书。